大家好，我是哈利波特飞球场的店长。在这边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的空中飞人这个游戏项目，目前台湾首座。它的设计的话，它有一个断层，最主要它的特点就在断层上面。主要它是滑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它会突然人体会突然降落。这个断层的话会比较有刺激。我们空中飞人的话，它的长度大概在300米，然后我们从那个起点到终点，它大概在50秒上下。我觉得它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，就是有落差，就是它不像我想象的就这样滑下去就没了，它是有转弯啊，会让人忍不住尖叫的那种，就很好玩。另外一样游戏的话，就是我们的空中脚踏车，它的长度约在100米左右。那我们空中脚踏车的话，我们是骑在钢索上面的。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高度它不高，但是我们是越骑越高，然后高度的话大概在3.5楼左右。这里还有一项最经典的草地飞球游戏设施，每个充气圆球内可有两人进入，并固定好位置，由工作人员将载着人的充气圆球往下推，即会沿着坡道一路往下滚动，长约300米，让你一路惊声尖叫，头昏眼花又充满刺激感。